我数到三，不想挨揍的趁早滚。人家除了帅，就再没有别的长处了。明天我做点好吃的，庆祝师傅升天，不对，是祭奠师傅升天。哼，你们等着吧，我梁启曼才不要被人耻笑，我要成为美食界的女王。当当，一级训犬师，月薪20000，所以说有特长的人走到哪里都吃香。我鞋底可是有佛印的哦。如果敢报警，就杀了唐三藏。我们所在的世界被雾霾包围着。我是神，我不要死，救救我！